这是金门的德月楼。位置行去叫做是水头的十八间。今晚要来吃金门的蚵仔煎。金门的蚵仔较细粒，叫做珍珠蚵，拢用几大米伫遐咧煎。蒸起来蚵仔煎有较大，无亲像台湾安尼蒸起来有一点仔焦焦。来吃蚵仔煎，阿毛鱼丸汤汤配哦。这间是伫古厝内底，伊是用着伊个蒸鼎，甲伊炸起煮出来。这个是讲，你若是要吃，阿得要有耐心等，卖甲伊赶啦。哦，是啊，这个是酱汁吗？自己做的吗？对，自己做的。今人祖先诶，新厝牌啊，放在中啊，啊，新民放在边啊，祖先较大。两位，这个好不好吃？非常好吃。好吃哦。嗯。啊，很新鲜。阿伯，两站姐。哎，欢迎下载我的 GIF。你在讲诶，蚵仔煎内底哦。好，谢谢哦。吃完啊，附近行行踅踅嘛，未歹。为什么要特别弄？那厝顶迄个甲着石敢当同款，拢防煞的。